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化简哦这个式子，我们都把这个角度哈、哦、把它画到呢第一象限，就是让它呢小于90度，用换角公式啊，这个 cosine 呢60度哈、哦，可以等于多少哈、哦？等于那个 cosine 哈、哦，这个180度了哈、哦，减掉60度了。好，那180度减掉60度的话呢，是在第二象限，所以哈、哦、是等于负的呢，函数名不变嘛，哦、碰到180整数倍 ，cosine 呢60度，那因为这个在第二象限呢，所以呢这是负的，哦，换成60度的时候这是负的，啊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这也是哎，这个是 sin 多少？180度。减掉30度，这也在第二象限。第二象限的话 ，sin 是正的，函数名不变。我碰到呢整数个180的时候，就整数派的时候，函数名不变，这个也是 sin 呢30度了。好，再我们看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哈，因为呢这个负的话哈，嗯。可以把它拿出去的，因为它既函数。不过我们不要用这个好了。我们看看这个哈，这个 cosine 315度等于多少？这个我给它减掉一个那个，360好了。我这360哈，这个可以写多少？那个315，就把它加一个，减掉一个360，315度哈。减掉360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60减掉哈、哦，15度嘛，这等于呢45了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呢，这个是 cosine 哈、哦，负45度。啊 cosine 这个是偶函数嘛，哦负45度是在第四象限嘛，第四象限是正的，所以这个是等于 cosine 45度了。然后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负100那个35嘛，负135哈、哦，等于啥嘞？等于是那个，负180嘛，负135的话哈、哦，是在什么呢？是在第三象限，所以这是负的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等于那个多少啊？这个是 sin 的哈。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，加上180好了，这是负的了，负的哈、哦。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180度哈、哦，减掉了135度，就45度了。哦，这个是45度，在第三象限是负的，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等于负的哈、哦，负的 sin 45度了。然后再来这个 tangent 60度哈 ，tangent 660哈等于多少呢？660的话哈，这个呢540哈是多少呢？360的话是转一圈嘛，再加180，360哈，加上呢这个180，哦加上180，就等于540嘛，哦540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是等于 tangent 多少？三倍的呢，180度了。啊，加多少呢？这个是540哈，660减掉540，这个是等于120。那我干脆哈，这个是等于120啊，120度了哈，加120度了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180是 tangent 的周期嘛，所以这个是等于 tangent 哦。tangent 呢，这个是120度。那120度的话呢，是在第一象限，第二象限，第二象限是负的，所以这是负的多少呢？ tangent 哦，这里是60度了。哦，这如果120的话，这 tangent 60，负的 tangent 哦，60度了，这样子。
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个 sin 哦，600度的话，不然我给它除以的话呢，除以90度好了，600度哦，除以90，9654啊，就是60嘛。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 sin 哈，90乘以6就是等于3乘以180嘛，再加60度。哦，它碰到什么呢？碰到整数派，派就是180啦。那函数名不变嘛，函数名不变 ，sin 60度。那在第一象限，一派、两派、三派嘛，加60度，跑到第三象限，第三象限 sin 是负的，所以是负的呢 ，sin 60度，也就是这个哦是等于负的 sin 60度了。啊，这 sin 90度哈、哦、是等于1啊，哦，因为我们晓得那个广义三角函数哈、哦，这一点如果是 sy 的话，这如果是西塔的话 ，sin 西塔就是等于 sin 西塔哈，广义三角函数嘛，是等于 y 坐标，哦，这一点 y 坐标啊除以它除以 r 嘛，当这个是90度的时候，跑到这里来的话 ，y 跟 r 是一样的。x 等于零，那 y 等于 r， 这 y 就等于 r， 所以 sin 90度哈是等于 r 分之 r 是一呀，所以 sin 90度是一。那 cos 180呢 ？cos 180的话哈，就转到这里来了，180嘛。180的话，这 x 坐标是负 r 嘛，哦负 r， 哦这 r 转到这里负 r 嘛。那 y 坐标等于零。所以 cos 180度哈，就等于 x 坐标除以 r 嘛 ，x 坐标现在是负 r 嘛，负 r 除以 r， 所以这是负一啊 ，cos 180就是负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就通通把它给这个，这个哈就等于多少 ？cos 60度 ，cos 60度啊。哦，这个60度的话，这如果是60度的话，那这是 sy 嘛？那 cos 就是 x 哈、哦，除以这个 r 嘛。那这60度的话，这个是1比2比根号3嘛，所以 x 除以 r， 这 cos 嘛，啊、哦、x 除以 r， 就等于二分之一。负的话 ，cos 60度是二分之一啊。sin 30度 ，sin 30度也是二分之一啊，它减掉多少呢？这有个减嘛，减掉多少？这个是 cos 45度是二分之根号2，它乘以多少？这个是负的 ，sin 45度是二分之根号2，然后再加多少呢 ？tan 660的话是等于负的 tan 60。tan 60是等于根号3的，所以是负根号3。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sin 600是负的 sin 60度，就负的二分之根号3。然后呢，1乘以负1嘛，所以是减1啊。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是负四分之一嘛。阿夫德正加上呢？这四分之二就是二分之一，啊，这个是加上的负得正嘛，二分之三，啊减一啊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是二嘛，哈，二呢减掉呢这两个相加是四分之五了，啊，这四分之八，所以是四分之三了。哦，这个换角公式的话有好几种方法了。哦，基本上的话就是把它画到了第一象限去。哦，所以答案是四分之三。